我想慢慢慢慢慢慢和你慢慢慢慢慢慢靠近，慢慢慢慢贴近你的心。我会想着想着你的声音，把你把你把你抱紧，爱你的每一秒全都很甜蜜。我不恨他，我只是觉得有些委屈。我委屈的是他不相信我，所以我很难过。好了好了，日理万机的季总，谢谢你今天的开导，赶快回上班吧。那我走了。嗯，香南姐，我也完成了，我先走了。嗯，行，你也早点回去啊。好，注意安全啊。嗯。啊？榴莲千层？行，好的好的，我下去。你究竟为什么来 RC？ 小南姐，小南姐，你昨天没回去啊？嗯。那你图画完了吗？画完了，还差个收尾，一会儿拷进 U 盘就好了。这次你可得放好了。放心吧，我会好好检查的。就剩咱俩了，那咱们出去吃吧。好呀，我正想吃街角那家牛肉面。行，等我一下，稍等。好了，哎，走走。拿文件呢？是吗？你的文件在我的电脑里。我走错了还不行啊？你还狡辩？我电脑正好开了录屏，要不咱们看看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苏总、向南，你们原谅我吧，你们原谅我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去人事部办手续吧，明天不用来了。走吧。都是你，是你，对不对？一向暖，是你安排的。你早就知道我会回来拿 U 盘，你就在这抓我的把柄呢。我之前就告诉过你，小心一点，你连带这个工牌的资格都没有。一向暖，行了，走吧。这次你处理得很好，全靠苏总配合的好。还在为昨天的事生气吗？你想，如果我昨天帮你说话的话，他们会觉得我是在偏袒你。同时，不管你以后做了什么明明只属于自己的功绩，他们都会误以为是我在帮你。这是你想要的吗？知道了，我还有资料要做，先回去了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有人给我送了眼药水，还给我点了蛋糕。是吗？嗯。不过是蓝莓味的，不是榴莲千层吗？你怎么知道是榴莲？
你的方案跟技师汇报后大家都很满意，所以就麻烦你代表设计部去工地测量下实际数据，可以吗？你是主管，你都下达命令了，我有拒绝的权利吗？下午会有一个女人来工地，替我吓唬她一下。你好，我是 RC 集团设计部的，想要见一下你们的负责人。是你找赵总是吧？嗯，对。跟我来吧。这里太阳大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找他。嗯。来吧！全世界除了你，我谁都不想爱。全世界只有你，能让我心潮澎湃，愿和你在时光里和生命之外，永远都不要分开。全世界除了你，我谁都不想爱。这一生尽全力将缘分的花灌溉，遇见你我相信了命运的安排，一切都是